哎，对，你做出来任务都是快乐是吧？对呀，对对对。对了哈，那些都是你不要看他写的什么罚款、什么返修，这些都是这个。然后这个价格合适就行了。但是他说这个必须有法律效益的。啊，那是白纸黑字。我看手续上的协议，我协议当。对啊，肯定有白纸黑字的写的。这太离谱掉了。但是真的发生官司，他有依据的，哎。那肯定的，要不怎么叫写一下字？做一米是吧？大概封一下是吧？对对对。封个十公分吧。我跟他说这个不保证，他说他有做也可以做的，就是说边不好看、那包不好的话边不好看，说他配件每一个都有要了好几米的配件，做一点高级才能保证它不漏。拍就拍了没有？来拍了。这样飞起来多平，要不然死掉那就。